没有，他肯定是承诺了什么东西。可以。你有什么意思的？觉得？不是说你这样想，那个不是这样的。跟你说，这钱拿了就拿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在弄不到钱。爹妈在这里肯定打的钱嘛，不打的钱，他会有那么大方嘞？缴了不要了，算了，你不赔了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说实在又不说，就是已经之前捞了不少了，差不多回本了。这个钱我看不上了。他也没，他也了解我们老板的人的性格。哇，这个螺丝刀不行，操！你想要他？下威，下了他的威风，给钱给你的话，零要花100万在别人身上，他都不会给你。每去一次美国，他妈的拿10几20万美金去花。可不可以换个螺丝刀？可不可以换个螺丝刀？这螺丝刀不行啊。不是有个小的吗？算，一直就算。可以的。搞不搞得紧？别掉了吧，等一下。搞紧是没搞紧，掉什么都掉。3年都没调一次工资，屌他妈的！这些唧唧歪歪一天到晚。好了，翻过来给你看，翻过来给你看，翻过来，看你。